好，今天我们来介绍这个有效可以滤除 PM2.5 达99%的这种电风扇型的美净科技风扇滤网。为什么这么神奇呢？因为最近呢，台湾的空气呢非常的可怕，所以呢，你来看一下，如果说是家里要使用那个空气清净机的话，价格大概10000。那这一种美净科技的东西，就是说它是一个电风扇的滤网，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很像饼干片的东西啊，我这么说，因为它里面呢拆开来呢是一个这地层黑色的过滤网，活性炭的，然后里面呢就有无纺布的这种滤层。好，再来就是呢它第三层是静电的滤网层，好，第四层这种都是包含在这个圆形的内部的这个滤网层，那这种都是有经过测试的，所以我们另外一支影片是有测试影片的，那个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啊。悬浮细悬浮微粒 PM2.5 呢，最近这几年是比较严重。那所以就是说，除了我们外出戴口罩之外呢，在家里可以用这种电风扇呢来先过滤一下家中的空气。来看一下，那我现在呢小朋友去上学，所以我就先用这种呢先来开启一下过滤一下，然后听它声音还蛮小的，有感。那它这样子包覆在电风扇上面，很简单，就这样套上去而已，非常简单。那它的声音会比一般的那种空气清新机还要安静，就达到它的作用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已经我用了3天了，小孩子比较少打喷嚏，我觉得这个情形是有比较减少的。所以呢，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这个美净科技的产品。那台南呢，在奇乐这个地方呢就有在卖了，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咯。